Cheers， 宝子们。我们现在是在波多黎各的一个饭店，名字打在公屏上。它是一个 five course 的 dinner， 第一个 course 呢，我要的是一个海鲜冷盘。来看一下。有一点孜然的味道，很清香，鱼肉很新鲜，有点甜，比我在佛罗里达吃到的好吃。上面还有一些我觉得应该是木薯条之类的东西，可以增加一些 crunchy 的口感。这个呢，我 order 的是 sweet potato 加上鹌鹑蛋，所以上面这些黄黄的蛋液啊，它看上去像个蛋挞一样，还放了一些可食用花。是鱿鱼，哎，里面有鱿鱼和 sweet potato， 然后有一些那个鹌鹑蛋的蛋黄。菜呢叫 spicy lobster， 辣虾，辣龙虾。看一下摆盘，也就那回事。看一下摆盘，哎，给你搞几个那个青椒搞里头，叶子搞里头 ，zucchini 搞里头。What is that？ 嗯，炸过。它的 lobster 炸过，所以非常的香。尝一下它的酱料，辣椒的味道不是很明显，它的酱没有什么味道，但它炸过的这个 lobster body 非常的香，推荐。下面这道菜呢是波多黎各最有名的，叫 mofongo。它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用这个 plantain， 就是那个大芭蕉做底儿。上面呢，它有的时候会放一点茄子，放一点这是什么东西？ foamy stuff。但整体来讲，它是素的，它的特色就在大芭蕉做底儿。还挺香的，可以比较健康。很 fruit， 红毛丹叫 forgotten fruit。我要的这个是个 chocolate 什么东西啊？有一个 sorbet， coconut sorbet。嗯，是那种 coffee 和 chocolate。咦，等一下，看我看见了什么？波多黎各满大街都是的东西，你猜是个什么？